天这支影片我是想要记录一下我出国前一天在做些什么。那么这一趟的旅程我是去美国去找我的家人，那他们都在那边，然后这次旅程会是一个月，然后那边的季节是冬天。那今天是1月15号，也是周杰伦终于啊暌违了3年的演唱会，我是很迫不及待，然后我也是已经打扮好要去演唱会了，所以就带你们一起去吧 ，Let's go。Hello， 在车上啦，想要先去吃个东西，然后跟你们分享一下，今天我带的包包是这个小的，淘宝买的，然后我里面都装了什么？有 wet T 恤，不 IC 啊，然后 driving license 啊卡那些，然后有一把小梳子，女生必备的口红，这个是完美日记的口红，眼药水。因为刚刚做完近视手术，就可能眼睛会干，有备眼药水，基本上就是这些啦，就够了。迫不及待。找到一个停车位在路边，然后现在可以走路进去会场啦。Thank you.
拜。